你问你这怎么长肉，人都问你瘦了，你再光挑不管，还可挑了。到底你看有罐头你吃得快，那刚才有粮的时候那给我不吃粮，嘴掉的要命，现在都还喝流水。饭团是你干的事啊？饭团那还冤枉人可乐了是吧？哎，姑娘啊，公主啊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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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给你空调这个地方，咱弄不好，知道吧？那天我回来得给他找个通道的。丢一点了，没事啊，公主。我给你抠干净，然后咱重新喷一遍啊。还喷不够，来喷一遍吧。还没带上了，他不习惯。过来，小陈可喜欢朝人家屋里边钻了。来了，小陈，我给你梳梳毛，你就掉毛了。你要不然先给轩轩收吧，轩搁这了吗？轩搁这了。拉开。哎，金宝宝，那你做嘛的？妈害怕，舒服吧。艾米，你快点！这还没出，这还没出来呢，都出来了。那个可黏了，哎呀妈！哎，你背，这死了，胳膊乱跳的，搁那站起来得有1.5米。你看他胳膊到哪了？他还拧头了，现在是。嗯，站起来得有1.5米。
归咱们遇见的时候遇见的及时的进步，咱们才能有机会搁这相互陪伴着。你看，真是天越来越热了。其实咱们小院的狗狗都是很漂亮的，看看有没有想给咱们小院的这些狗狗反省的啊？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底下给我们留言。呼声最高的狗狗，咱们给它反省哈，咱们好好的给它打理一下，让大家看看前后变化。然后这两天吧，反正农活已经差不多了，都给忙的忙完了。是的。天气温度也上来了，也能开始给他们就是打理打理了。嗯。让他们也能知道，就是他们也是有人疼有人爱的。其实平时太忙了，你说要是就像你之前说咱说的，狗那么多，洗澡你一天洗两个，一个月都未必能轮得过来。而且有的毛还他不让你洗，都不让你碰，咱摸不到。是的，逮不着。好了，炮哥，去玩去吧。